来喽！哇，好好看！哇，哇，这个场面，天哪！啊！救命啊！好有回忆感。虽然不是我的那个年代，但是还是觉得好帅啊，姐姐们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小素，对对对，雨琦，然后那个正在努力中。因为他们是我，完全不会想到你会跟他们同框这样。我自己会好奇，我们会有一些哪样的一些火花蹭出来，其实是蛮期待认识姐姐们的，对。是哪边嘞？等一下，是这边吗？哦，哎，你好，找哪位？哦，我是来今天帮忙的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对对对。因为那个我们现在还在准备的时候，姐姐他们还没来，需要再等一会儿。这边先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我去厨房看一下。我今天要给姐姐们准备的 surprise 就是这个小冰糖水果串。我先要去洗个手。哎，你好，需要什么？不，我要来洗个手。哦，好的。做之前洗手消毒一下。认真的洗手。来，手擦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好了，我要赶紧做，一会儿姐姐们都要来了。把这个白凉粉放到这个碗里面，然后呢加开水，然后拿勺子倒水。好了，然后呢我就要切一点水果。把水果放到这个里面，一会儿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冻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冻的冰。哇，这个店我真的哇，好好看啊！生意一定会很火吧？哇，真的是美女！哎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爸爸妈妈过来这边看照片反省一下。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？太好看了！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就是这种美，虽然说不是一个年代，但就是怎么画你也画不出这种感觉。就是人家，就是那个年代的美是真的，哎呦，是真的很美。认真的小宋，不要打扰我，不要打扰我。现在时间很紧张，姐姐们要快来了，我赶紧做完。我们餐厅在哪里啊？你们自己的饭店都可以走错啊！那tell me为什么？有什么话要说？当哒哒哒哒哒！啊！我看到人了。我们先进去呗。淡定，小宋淡定，装作什么都没看到。等一下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我看到，我看不到，进行偷拍。哎，谁呀？哎 ，Hello！ 哇，我们的新朋友，苏雨琦。年轻人现在就最喜欢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。你怎么比我们来的更早了？其实我今天提前来就是准备一个小小的 surprise， 但是还没有做完。做什么来的？我在做一个这个叫冰淇淋，也不是冰淇淋，它是对类似冰糖葫芦的一个。我打开看一眼啊。哇，它是水果。strawberry。然后这个是糊涂，然后就这样冻起来。哎，这个可以当我们今天的甜点，三号甜点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坐下啊？对对，你坐。雨琦，你能揭晓一下自己？
因为我其实最特别喜欢粤语啊，但是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学习，然后我想的也是跟姐姐们学习，所以我准备了一段粤语的自我介绍，就很短，没错，厉害，但我帮我纠正一下发音那种的啊，就好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葱郁记啊，葱郁记，宋记，宋，系鱼 ，fish 鱼 ，yes， 奇是奇啊，对对对，哦是，所以是宋鱼奇，奇，非常好耶，比我们的把我剪掉了，整段剪掉。好好了，我觉得好好。而且雨熙在国外是很多粉丝，我看了你的演唱会，啊，看你跳舞都看得这个很风靡的，我还学了你一段，他们说我跳得特别难看，但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。我们没有说你跳得很难看，我跳得难看，我说你跳得肯定不是那么难看的，因为他介绍你的时候说你这个舞很难的，你都可以做，但是他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点都不难呢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不如这样子，我们先来一段，直接来一段，先看，这就是意外，我要加工资哦。他说你跳这个最特别好看，那就跳这个吧。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舞，没有这个舞啊。有哎，你那个女孩，你前面的女孩还做了一个这样的手势，然后你就从后面走错。OK， 好，我明白是哪个舞了。OK， 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好像就是这个舞蹈。